网友阿照最近发现口腔黏膜内有一颗一颗黄色凸起物，让他很紧张，速速跑去问医生。这瞎会哎，面干面干啊！医生说这很可能是皮脂腺异位症，好发原因可能与体质遗传有关，是正常组织，对人体没有害，不用过度紧张。如果说有溃疡或者红斑或者说那个黏膜愈合哈，这个就要特别注意到这部分，尤其是有吃槟榔或者抽烟习惯的人。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口腔癌上升。医生建议平常应该每半年定期检查牙齿、口腔黏膜、舌头等软组织，也都要一并检查。另外，有吃槟榔、吸烟等习惯的30岁以上危险族群，最好每两年进行一次口腔癌筛检，才可以提早发现病变来治疗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